左手漂亮，右手穿，会做饭的男人最性感。大家好，我是敏，我又来了。小螺号滴滴滴滴吹，海螺起网，盘里堆，蒜里拉碎往里放。点赞的朋友，你最棒！开干，准备海螺起筋，起筋不得含冰哈。这个海螺的个头一般哈，但是这个肉质比大海螺会嫩很多哈。先洗一番菜，先涮洗哈。先把火点起，准备大蒜一斤，面带笑容，拿点蒜蓉，一半细的，一半粗的，再准备一点小米呢，切成小圈圈。这个用来点缀用哈，同时也增加难度。阿哥，点火，要点开干。烧油，放入一半的蒜蓉。吃这个烧烤就离不开这个蒜蓉哈，这个蒜蓉炒好了往上一浇，再一烤，丝丝冒油，爽得很。蘸至金黄，浇入蚝油、生抽。再来点盐巴，白糖，起锅前再放入剩下的蒜蓉，翻炒均匀，起锅备用。开干哦！两分钟后把壳给取掉，呜呼，再浇入蒜蓉，稍微多来点哈。有明火用清水扑灭，烧烤是不能有明火的哈。再点缀点小米椒，全程烤个半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哈，烤久了会变老哈。第二批，再调一个蘸料，生抽、芥末，再调一个香醋、芥末。来哦，亲哦，要得开干。哎呦，好嘞！哦哟，整个湿毛巾按着子。先吃这个，先吃这个，先把蒜蓉吃，先吃蒜蓉。哎，这一搞蒜蓉全跑出来了。是啊，来来来，垫着垫着，你再垫着。来吧，好吃吧？嗯，蒜蓉，嗯，好吃。还这个毛巾垫着的，有点烫。你磨上我弄，让我弄。嗯啊，这个苦蛋，这个苦蛋，苦蛋可乐，这个苦蛋，这个吃的那个荤。这个蒜蓉蛋白就太爽了，嗯，还不如甜头螺丝好吃点啊！哎，当然，甜头螺丝面的也不得了。但是那个凉菜啊，不错哟，哦，烫啊，我尝尝，嗯。哦，跟他转，跟他转，我看，换个喽。嗯，手艺行。等一下，哎，这个吃的相当完整，苦蛋，这个吃可能吃不了，啊，这个可以吃。蘸点这个肉，哎呦，最下边这节是黄哈，他们有人说是粑粑，不是粑粑，在那儿。嗯，嗯。非常的爽口弹牙哈，啊我感觉吃不那不中就不吃那个，哟，我没嘛，我没吃过海螺啊，啊啊，整个就吃了哈，要跟着这个转，跟着这个纹路转，这个塞吃不着，啊，这个弹开后比清蒸吃的更爽的哈，
有个啥的焦香味啊，蘸点儿，蘸点儿嘛，哎，蘸点儿醋，哎，对，还有点嚼劲啊，肥鸭子，海螺丝是脆的，海螺丝是黏的，而且不杀这个啊。哦，所以说这种桂圆，嗯，这种是香一样。那田里面的螺丝就是，杀的。我凉起来像小鱼人啊。嗯。就是了，我一冷一热吃也巴适啊。再一个。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，也喜欢互动，请关注我们。我是阿斌，我是阿欧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了个拜。